这样出了门，总觉得还是不错。其实主要还是心境，换了一个环境，逃离城市的喧嚣。露营的营地呢，大都是这个样子。这是我们露营的公园，很小，在三万多户的边边上。很安静，虽然这个弯弯很小，但是周围有30000个岛。吃完了饭，出来走一下。30000岛湖呢，实际上是乔治湾的一部分。乔治湾呢，也是休伦湖的一部分。休伦湖呢，大概有6万平方公里，相当巨大，相当巨大。它一个周长有6000多公里，平均水深大概也是60米。休伦湖呢，也是北美5大湖之一，就是我们安省与密歇根省交界的这个地方。可以想象一下。有好多港湾呢，数也数不清。这个设计的还是很好，可以看到这些露营的人，大概就平均的程度吧，平均的间隔。其实搭帐篷这些都是很快很简单的事情，不是很难。然后呢，就准备吃的。看看这个环境，这是在松林里头，很高的那种松柏树。这是私营空间哦，腌好的五花肉和鸡翅，蒜、姜、洋葱、生菜，看到都够了。蘑菇、青瓜。生菜加烤的五花肉加几瓣蒜。好吃，安逸得很。我操！啊，我说还有没他那个肚子呢？正好我。晚上嘛，就是烤点包裹，烤点红烧，烤点土豆，烧火嘛，篝火。早晨就比较简单了，但是咖啡是一定要烧的，来清醒。这是咖啡。虽是在野外，早餐呢还是比较丰盛。哎，就享受这种安静嘛。出去到处逛逛，你可以看到这周围的这些弯弯头，其实都有很多住家啦、户啊，很多船啊，可以看到这些普通人的生活，其实都还是很安逸的。懂得享受自然，懂得保护自然。就在这个旮旯都有30000个岛，数不清的这种港湾，不是啥子名山大川，但是呢，同样是干净透明，就感觉到不穷。我要去吃个东西。不脏不乱。我们从小的理想不也就是这个样子吗？要啥子工厂做的呢？这是旁边的一个定安保护区，很安静，据说鱼很多。收拾回家，等风雨红了的时候再来。